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老年糖尿病是我们一个高发的疾病，在老年人群中呢，经常会有血糖高的患者。那么很多老年人呢，发现血糖高以后就会特别害怕，什么东西都不敢吃。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。我们对于糖尿病来说呢，特别强调饮食控制，但是呢，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饮食控制，只是说平衡饮食。所以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来说呢，我们要求他一定比例的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都是可以吃的。在原则上来说呢，我们是给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，那尽量要少吃高脂的饮食。高脂的饮食，我们对于这个高蛋白饮食还是提倡要吃一些的。所以，对于老年糖尿病来说呢，其实我们要求限制的一个就是糖，含糖的食物是绝对不要吃的，包括一些饮料、面包、糕点这些含蔗糖的食物。所以，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，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说明有没有含的蔗糖。如果含蔗糖，我们就不要吃了，不要人为的增加胰岛的负担。第二点呢，是高脂的饮食尽量要少吃，比如说油炸食物。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吃油炸麻叶儿或者油糕，再蘸上白糖。那这个呢，一般是我们老年糖尿病的饮食禁忌，我们是应该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。所以，应该我们主要强调的还是一个饮食的平衡。那么第三个还想强调的呢，就是对于烟酒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老年糖尿病呢，要求要戒烟限酒，尽量少饮酒，因为饮酒呢也可以引起血糖的波动，使血糖控制比较困难。